给小孩的照顾。要去上学吗？是。那爸爸怎么说？他整天一滚尿带我去上假校上学了。你跟着看我的儿子，上幼儿园都去看。走，走，我领着他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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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，嗯，天天在喝酒，他不回家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必须得回家上学。自己家留家的货，赶紧抓上吧。哎呀，哎，哪一个单薄的都是。哦呦，你看他这个彩胸啊，挺好看哈，还留下一双了。拿着钱了，去转一转一个。不是吧，咱俩是，咱俩得懂事的。咱俩没钱的呀，咱俩是吧？现在咱没钱，咱们家里的就不能钱了，对不对？